好，我哋嚟到中二嘅第一课，咁咧呢课叫做率和比，即系 ratio and ratio。咁其实咧呢个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概念嚟嘅。咁但系咧，其实亦都系一个大家小学已经明白嘅概念。不过今次我哋用一啲好确实嘅数学嘅文字去写出嚟嘅啫。好，率首先会讲率嘅，率咧英文叫做 rate。其实 rate 系一个好简单。一個小學生都明白，你哋已經在日常生活當中運用緊嘅概念嚟嘅。不過而家咧，我要用一個好精確嘅數學文字去寫翻出嚟。咁大家咧要學點樣寫，同埋啲數係點樣去計，容易會計啱啲啦。好啦，咁我哋咧去講講啦。嗱，以下嘅嘢咧係唔使抄嘅。例如有一日，你去用12蚊去買咗蘋果3個。好啦，然之後你就知道啦。蘋果的價錢即是4蚊 ，OK， 每個蘋果4蚊。這個呢，原來我們說這個每個多少錢，這件事就叫率了。逢親講親率的，其實只是講我們每一個，有個每字的，我們計算一個就叫一個率了。咁我哋咧有個特別嘅中學寫法嘅，我哋叫一個蘋果叫做4蚊個。點解會有啲咁嘅嘢咧？因為你知道所謂嘅呢個數字點樣計出嚟噶？其實係用12蚊去除以3個。我哋以前咧淨係會計數字嘅啫。咁但係而家我同你講啦。如果一條式是啱的話，我哋擺埋單位落去計，佢都會係啱嘅。咁所以而家我哋12同3約咗之後，咁就翻4啦。錢個錢喺上面喺分子，所以喺度個喺分母嘅，所以而家我哋畫條線喺度當係分線啦。然之後個個就擺喺後面做分母啦。咁所以而家你可以將佢睇成一個分數又得。或者其實佢個率嚟嘅，率嘅意思就係每個呢度係每字咁解，每一個咁多錢。好啦，咁咧，所以大家就要幫我寫低佢啦。所謂嘅率其實即係兩個數嘅相，咩叫相咧？即係除法，即係 OK 一個分數啦 ，alpha b 咁樣。好，咁我哋去睇下啲數點樣計啦。好，睇下第一題，第一題佢題目就話啦。阿美欣即係個人咧，用兩個鐘頭跑咗4 km。OK， 咁而家我哋要去揾美欣嘅速率，咁佢會有啲 hints 俾你嘅。而家我要用呢個做一個單位。咁美欣嘅速率咧，如果你係記得小學教你點樣計嘅，咁就知道哦，距離除時間咯。或者其實你知道速率嘅意思，即係我要速度每個鐘頭嘅，咁你就知道哦，用除法咯。咁但係咧，其實題目俾咗呢個咁嘅單位你咧，其實係十分之好嘅。因為你知道我們只要望住個單位嚟計就計到啦。咩意思啊？我哋即係當呢條一條分線，即係表示咧呢個係喺分子嘅，呢嚿嘢要喺分母嘅。咁好簡單咯，對翻題目俾咗兩個數字我哋啫嘛，一個係呢個，一個係呢個。咁我哋咪擺翻落分子分母度咯。好啦，咁我哋開始計啦。第一步，首先。人哋用文字問你嘅嘢，請你寫翻題解，最少要寫翻題目嗰啲 keywords。例如今次嘅 keywords 係速率，因為我哋即係計緊速率啊嘛。速率係咩啊？速率就等於望翻住呢個單位 km 除以時間，等於 OK 一個分數，將個 km 擺上面。咁你今次咧其實可以直接寫埋個單位。因為咧，咁可以清楚顯示你個單位點樣嚟。小時係 h hour 就等於12 km 啊，咁樣就係答案啦。第二題都一模一樣，記住留意翻清楚題目俾你嘅單位，其實係一個分數，佢引導緊你點樣去計呢條數嘅。另外一樣嘢，記住寫翻題解。售價的率